香港人的度假胜地，根据非正式统计，十个香港人有九个都去过澳门玩，而剩低嗰个咪就系我哋呢啲喺香港发展嘅澳门人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肥啊。咁我而家身处呢一区咧，就系咧，哇！我由细到大咧都经常留恋叫三盏灯区啊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其实有四盏灯嘅。咁其实咧呢度有好多嘅美食啦，尤其系缅甸嘅面食啦。咁经常细个成日同家人咧都会嚟呢度食嘢啊、买嘢啊咁样。所以话嚟到澳门玩啊，边个够我小肥熟啊？系咪啊？吹水你啊叻！在花地碼塘區住了將近20年啊！呢度嘅又平又抵食，同埋澳門嘅大小事有咩風浪，我係未見過啊！所以跟住我嚟玩咧，就一定冇錯噶啦！我只怕你嗰啲唔好玩啫，流嘢。好，咁又睇你介紹嗰啲點。香港就有18區，我哋澳门就分咗7個堂區，每一个堂区都系以当地最具代表性嘅教堂去命名噶噃。而我哋第一站就嚟到大堂区，呢度以历史悠久嘅主教座堂，俗称大堂去命名嘅，系澳门半岛第二大嘅堂区嚟噶。嚟到咧，全澳門係最高嘅地方咯喎！係啊，身為澳門人，點都要去澳門最頂峰嘅地方留低我哋嘅足跡啦，係咪？冇錯啦，咁今日咧咁重要嘅任務咧，就交俾咧我哋公司咧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陳慧敏去一力承擔啦！再見啦，係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交俾我啦，拜拜！好啦，我去啦。阿肥哥哥都話你講啊，天下無敵，做就有心無力噶啦。不过唔紧要，难得可以喺澳门最高嘅地方登台 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得唔得？去到呢度嘅啫。Welcome to Macau， 啱啱欢迎你又嚟到市，旅行最开心，我在意。冰冰 to Macau， 啱啱欢迎你最开心，穿梭澳门都市，沉重了。嚟澳门玩，食得玩，一定跟住轮区行上4条路线，玩尽澳门唔同景点。今集我哋介绍过嘅景点就系属于艺文探索之旅，大家只要跟住路线图，仲可以玩埋其他景点添。